我来点菜吧。南煎干做的好吗？还行。别还行，这道菜比较讲究啊。对，还不错。还可以啊。对，我们福州菜做的很地道。哟，荔枝肉做的怎么样？很好。来，汤呢？推荐我一个。汤，酸辣汤嘛，福州就是吃酸辣汤或者杂烩汤。酸辣汤可以。空心菜。空心菜要，空心菜不是当季啊。帮你备好了。牛，煲仔嘞，骨髓煲、鱼子煲，主食炒粉干吧。差不多啊。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七个人够了，好，那是上菜了啊。好，来吧来吧，朋友们。我刚看那个菜单上有什么小菜啊？什么猪鞭还是牛鞭？牛鞭汤，这边汤贼猛，不是它是煲。这家呢是属于特别特别接地气的炒菜啊，全是那种硬菜，肠大肠。哇塞，菜这么快。这是葱油花甲。葱油花甲。呀吧，哇塞，骨髓煲，香啊，这个感觉很棒。哇，好喝好喝。哇，这个猛啊，这个是什么鲜？这才是爆炒酸双脆啊，福州最有名的一道菜之一，腰花炒海蜇。哦，这个腰花新鲜呀。哦，花甲还可以，这个好吃啊。啊，这福州很有名的酸辣汤，试试看。谢谢。嗯，这还是甜的，甜的酸辣，就是特别甜，福州酸甜口。哦，很甜啊。嗯，很甜很甜。哦，这个好。腌的憨，雪憨，雪憨。哦，这个行，鱿鱼。这是我们小时候说的子弹堡。这个看着有点好吃啊。嗯，好好吃。快快来尝一尝。